好久没玩了，刚有个弹幕说想看东南亚抓头扎拉斯，我们来一把。鼠标什么？感觉黏黏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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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来摸他一下，摸他一下，血不够，他掉了吗？来，过来，他好像掉了，没掉。到时候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。我已经为此等待了千年。抓头扎拉斯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他们将因我而亡。塞拉斯对阵泽拉斯，我有点难打的。他等级起来，我很难打。炸你！我是人类的意志，不受血肉之躯的限制。这个冰你要吃的吧？你说他不吃哦，他不吃。补刀，补好每一刀。炸你！给你。我的实力虽然被限制，但还没有W， 消耗他，上来就炸他。来，你上来，上来就炸你。哎，炸你，行。够猥琐，你刀也不补，你刀也不补啊，行，刀也不补，就六刀，哎，我也就七刀。超然于凡尘俗世。给个信号，人不见了，支援去了。说实话，兄弟，这波你的支援，他可能要怪我。你说，哎，对我这他中路来了，你怎么不来？说实话，他如果这么说我的话，我真的觉得他很牢。讲道理，他送了个红 buff， 我就很烦。一串三，你想干什么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哎，你亏不亏？虽然你有红，但你上的不合理。我看到了，炸你！补刀，吃个药，保持满血，擦个眼，补刀，补不补？补。哦，还真的，哎，拜拜，我看到你了。关不住我，飞升属于我。就硬追呗，就硬追呗，硬追呗。行，让我损失不少兵啊。他只有十几刀，他被我压制了，彗星好了。他刀也不补的这个人，他为了躲我的消耗，他刀也不补。这个刀你要吃不？吃刀就是一下，不要想拉我，不存在的啊！你看他想上来拉我，你看队友来了，怎么说？你先上来，我勾引他，好，我勾引他，勾引了，勾引了，勾引了，啊，好，漂亮。哎呦我操！民族的吧，哎，没办法，人家有闪，我尽力了。别吃我跑车，兄弟，手小手不干净，你在干什么？麻烦你上去了。我会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。你这样搞我就很难看。上噻。算了吧，算了，这个人还是很谨慎，你还是回去补刀吧。我遵循着魔力之道，补刀。细节。好，回家，36刀，挺好。我们这拉斯不求击杀。只求稳定发育啊，
戒指是肯定要出的，玩泽拉斯杀人书是肯定要出的，我们手长不容易被打到。你是中科院的科学家，正在研究全世界最坚硬的物质，希望得到你的帮助。魔法的秘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在研究全世界最坚硬的物质，你想得到我的帮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有点low。你是不是机器人在这刷？你是不是机器人在这刷？你是不是想跟我互动？你是不是在刷弹幕，增加这个弹幕的文这个氛围？那我觉得你这个编的这个有点 low。 舒服，方便。晕住，定住，又怎么样呢？你拉，给你拉，给你拉，你拉，哎，无所谓，无所谓的啦，无所谓的啦，我给你，来，哎哎，我给你，哎来来，无所谓，你也杀不了我，哎来来哎，好，哎，这个怎么说嘛？哎，我到，那我冰要吃，等他走，等他走。一二三，哎算了，我走了，杀不死。哎他走了，赶快突破兵，赶快突破兵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去支援了。安全安全安全，舒服舒服舒服。牛，我有 TP 的，我打泽拉斯不好打，到了中期他随便打我，他 E 过来 W， 我没办法还手，我差点钱，我操，不行，我弹一波，可能有点危险，但我胆子大。好，可以。哦，拜拜，丢了丢了丢了，我有 TP， 进来，你有种就进来。一个冲击法球把你定在塔下，一个 Q 带着。我是人类的意志，不受血肉之躯的限制。好好发育，好好发育。我不跟他玩，我打不过他的，他近我身，我不可能打过他。给个信号啊，给他油，没办法，我阻止不了他，我阻止不了他。我操，这能拿到？这能拿到？你不死？你不死？搞个助攻？哼，真的。这波我的阵亡有点说不过去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补刀很多。我补刀很多，从现在开始我一次都不可能死。我把他打断，哎，舒服。我杀不了你，但是可以烧你。他游走去了，吃个塔皮。我也大，我也大，我也大，定他。哎呦，操，这没血嘛，这打不了。赶快走。
这感觉，我靠，塞拉斯这么肥，我怎么打？不跟他玩，这个岩雀是个愣头青，他是个愣头青，愣头青，哎，愣头青，你看，他觉得自己打得很火，他觉得自己打得很火，捞的都淌口水，我不跟你玩啊，你慢慢捞去吧，我补波兵，我走了，他队友来了，我看到了，塞拉斯来了，兄弟，别闹。我没招，哎，你这不在送吗？这不在送吗？我走了。没事，没事，这把出杀人说到后期乱杀乱杀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这个虽然现在装备很好啊，拿了不少人头，但是打法上就问题很大，你懂吧？马上就要暴露出来，我暂时不需要跟他们硬打，不需要调皮。因为我这英雄本来在前期就调皮不了，哎，我防御就行了，我等我出个美甲的泄魂卷就乱杀，哎，装备起来乱杀。他又游走了吧？我给个信号，我不管啊，看到了 ，OK， 这时候赶快推他一波兵，赶快推他一波兵 ，OK。好，他在下路，我看到了，我吃他一波塔皮，我回家之后出来很肥。他能游走，我不能游走。不是我不帮队友，而是我的 gank 能力几乎没有，啊，几乎没有。我最多远程给个大就行了。哎，撤撤撤撤撤撤撤，哎撤！我操，你都送掉了。撤撤撤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冲塔，哎，冲塔，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我虽然杀不掉，感谢潮汐的飞机，谢谢潮汐。别闹，啊，别闹，杀不了我的，我很猥琐，我炉灯够了，我炉灯够了，我再射一波，我再射一波，他们打龙去了，我知道。我不跟他玩，他现在只知道击杀和游走，他不发育，他这个补刀真的比我差了很多，30刀，我不知道他后期怎么玩，光有人头是没用的，你知道吧？没有用的。等级很重要，补刀很重要。你看我现在是0011的数据，啊，看上去没什么用。别急，你往后看，你看我后面是不是将他们吊打？等我再出一个这个世界专注和杀人书之后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他们现在所有的击杀都没有用，都是浮云。人头不是钱吗？人头是钱啊，人头是钱，没错啊，人头是钱，但是只是靠人头获取来的经济，你多捞啊！你看他中逃，他觉得他自己好帅哦，他觉得自己打得很火，你其实很捞的，你知道后面，你看他觉得，你看我觉得自己好强哇！交闪现冲二塔强杀，觉得自己打得非常好，有没有？哎，太捞了，你往后看吧，他的等会儿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。你看看，乱搞乱搞，完全没头绪，没有任何的章法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智慧，只有一手熟练度操作，知道吧？哎，没有用的，我只能跟你讲没有用的，你可能不信啊。你看，他等会儿到了游，就是在游戏的前期，你可能觉得这样没什么，对吧？你看杀一次觉得没什么，其实一。二三，来嘛，杀他杀他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好，我搞了一个助攻，够了，从现在开始我要再死一次，我就是弱智。
032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是时候了，差不多了啊，是时候了。我超然于凡尘俗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说我白银打不过啊，就说什么主播太菜了。其实你不知道，这是节目效果，就故意搞得这么大劣势，然后极限翻盘，让你觉得就很好看、很帅、很精彩，你懂吧？优势这么大，谁看呀？你不说我炸鱼吗？对不对？我不能老是欺负人家呀，懂了吧？你看他多捞啊，他这个多捞啊，他这个多捞啊，刮皮啊，这个是啊，这就是刮皮啊。我等会儿杀人术一出，你看一下，你感受一下，不一样了。太捞了呀，别急啊，现在还不能体现出来这个，他这样打，对面这样打，他带来的隐患，你别急，你再往后看一下你就懂了啊。虽然是13-26，然你看这时候就会有人说了，你嘴硬了，开始嘴硬了，对吧？你看我是不是嘴硬？这盘我要不超神我就弱智，我再死一次我就弱智，哎，话都已经讲出来了，你不信你看，我只要再死一次就弱智，不超神也是弱智，好吧？就是弱智主播。你看，你们看，啊，别的不谈，你看就行了，你看就行了。你看他人都很多吧？他等级跟我一样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这就是问题所在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CD 来上路峡谷，上路峡谷守一波，守一波。哎，上路来人呢？怎么不来上路？人家已经推过来了，快来！这个不能让他再撞出来了，撞不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团战打两波啊，杀人书暂时还不够，还没出。我有大，但是距离不够。他们要打小龙，没事，给他们打，给他们打。好，我来换个种，非常好。一、二、九不放，三，哎，雕得一，收破兵，舒服。来，打他，很捞的，你搞不清楚嘛，捞的都淌口水。很捞的，点他，瞬间1000块，很捞的，这个人来很捞的，定住啊，别捞别捞，哎，冲塔来冲塔冲塔跑，你往哪跑？你不是送的，哎跑，哎跑，我炸，哎，我炸，瞬间1000块，起飞，起飞。来求杀，来求冲塔，请展示吧，展示你很帅气的一面，让我感受一下，展示一下很帅气的一面，并没有展示嘛。来中路展示一下你帅气的一面，我大招蛮好，大招蛮好，
追追，他很捞，这盲僧也很捞的。好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他上当了，兄弟，走位。好，这一波阵亡其实无所谓，因为我没有出杀人数。现在哎，我杀人数出了，加了两层，非常好。20-37，看到没有？打回来了。他们现在要付出代价了，把小龙收了，很好。感觉受不了，我有 TP， 能不能偷到？偷到就很赚。他们第三条，别怕，胆子大，胆子要大，别怕。哎呀，你还撞墙了你！来抱团，抱团推他一手中，团战随便打。我杀人书一出，基本上就死不了了。你会发现，我慢慢的就到了25层，然后团战他们根本顶不住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头，我要求不高，吃个助攻就行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够了。哟。这炸我，你怎么想起来的？走了走了走了，感谢他还在嘴硬送上的飞机，谢谢他还在嘴硬，感谢。钱不够。他们向英国而亡，快回来防守一波。炸你，炸你，别动啊。炸你！好，一丝血，来，我来收割，有蓝 buff， 我来收割，他死了。炸四博，70%，你怎么看？炸，想好了再炸，定住，炸，马上有大招。哎，我走了。我走了，我马上有大了，他们搞不清楚的。还有3秒，还有2秒，好，开大招收割，1、2、3、4，这个怎么说嘛？炸怎么说嘛？来定住啊！来炸点你，再点，哎来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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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来杀我，哎你怎么看？我就问你怎么看？杀人书19层，你怎么看？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喽！来，抱团拿大龙。3000块，好肥啊！我好肥啊！3000块，世界专注。我怎么感觉能翻盘？来大棒。有大招，有大招，我先打人很痛的，定他，定他，我直接远程支援，直接把他秒了。你探探路，兄弟。哎，这个晚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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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之后就没什么可以控制我了。不要捞，不要捞啊！不存在的事情，不存在的事情，我已经溜了。想杀我不可能。哎哎哎哎哎！一，游戏结束，我的伤害全场最高。